位阿卡洛斯，今天我們去將軍澳一個商場，叫做海天津商場。其實今天是要參加一個比賽，帶緊學生參加比賽，就是創意機械人比賽。因為創意機械人比賽呢在外國啊，在日本啊都有這類的比賽。咁一間大家會看到個比賽嗰個特別之處，咁應該有20多間學校會一齊參加。我去到再同大家分享。現在我們來到現場了，這個叫機械人維修區，大家在這裡修理機械人，合網就在這裡了。創意機械人比賽，我是 Harry 在這裡。怎麼創意法呢？今天我是評判，評判要換衣服。有沒有人可以說今天我比賽的規矩？好像剛才說重過重過一 kg 可以，重過一 kg 就拜拜了。我呢，技術太高不可以要遙控嘢，即係高科技唔得，係咪？咁啊，個 mission 呢？撞人哋出賽 ，O K。業內咧叫做廢柴機械人啊，呢啲叫做點解呢？因為真係冇高科技，我哋平時做啲機械人又雙火，又八隻腳、九隻腳、十隻腳噶嘛。嗱，你但係呢啲係最低科技，兩個摩打，唔準遙控，線控啊。咁樣睇下佢哋點樣表現法啦。兩位師爺都就水啦。走靚嘅路線嘅，有啲啊專門啊鏟人哋起身嘅嚇 ，lego 好容易散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ensor， 我係 Vivi 媽媽。嗱咁啊，嚟到呢度咧，知道乜嘢？咁啊，嚟到呢度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已經出面咧擺咗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啦。咁啊，留意呢啲機械人咧，佢用啲咩物料做嘅咧？嗱，我睇到咧又有紙皮啦，又有膠樽啦，仲有好多各式各樣嘢，應該係環保有關嘅。嗯，冇錯啊。同埋咧，我哋咧周邊咧幾啲同學仔咧已經喺度咧預備緊呢啲膠油啊，攞少少得講。咁我哋前面都見到咧兩個台喺度噶。咁啊，你知唔知個比賽係玩啲咩嘅咧？係咪一對一？邊個贏咗就再進入復賽。係啦，咁啊呢一個玩法咧就好似啲雙殼手咁樣咧，睇下邊個可以咧最後咧維持翻咧喺呢個台上面咧就係勝出㗎啦。哇！咁所以話成列喺中間啦，係啊。啊，唔該 Sam。嗱咁啊，今日咧呢個比賽咧，你見到有咁多同學仔呢度啦，咁啊亦都有咁多作品喎，有冇啲乜嘢嘅tips 啊俾下大家㗎？OK， 咁我見到今日好多嘅作品都係啲小朋友自己創作㗎啦，咁好多都係用咗好多環保嘅物料啊。打不死嘅精神係好緊要啊，所以唔好怕輸，輸咗並不代表一切啊，可以重頭再嚟過。嗱咁依家咧都會咧，蘇博士咧係我哋嘅評判嚟嘅，我哋仲有其他唔同嘅嘉賓咧都會咧睇住你哋比賽嘅喎。不過咧，俾少少 tips 你啦。咁第一樣嘢咧，如果你假設咧發現到自己架車咧行得太快嘅話咧，其實係冇優勢嘅喎。因為咧喺呢個比賽裏邊咧，我哋要鬥咧就係啦，最後維持到一個台裏面啊嘛，同埋你要識得推人哋或者唔俾人推喎，所以個質量咧係要夠嘅。有冇啲咩 tips 俾大家，或者今日見到我哋啲作品？其實我諗蘇博士講得好清楚嘅啦，咁即係頭先講咧，點解就要有力啊，點解要咁快啊，點解要有充足嘅電源去完成整個比賽等等。好啊，蘇博士先，我另外就係24號，咁咧對就係啱啱好42啊，好唔該，哇，係啊，計咗係52:50啊，52:50啊，32:50啊，係第33組，61:16。這個就很炒作的，不過兩隻鴿仔不是自己整的，這個就是全部自己整的，真的很七彩繽紛，做完了他非他莫屬，就抽得7788了，現在 OK 了，那就是說31:55選擇出來的了，就開始比賽了。我們應該是很長還是很短？
好，大家一齊望住攝影機，係啦。A B C D E。是的，就是。是的，就是。他大家都很清楚大家的，他们的同学都要用自己的學校打你的。打氣啊。二十五期，是的。好，準備好沒有？我們數三聲。一、二、三，開始。我這邊有速度又穩陣，怎麼辦呢？哦。我這邊會死了。哦，犀利！咁啊，呢个三十年，我呢啲三十年有。加油加油！好，下一组，去到选手等候七十二月嚟啦，系啊。我有好有耐力添喎，苏博士。系啊，系喎。之前有耐力，我真系做到晒。哎呀！好，四十一同四十五可以咧，去我对战台先啊。好。二十九号，梁家兴，系啦，恭喜晒。好啦，三号，好，准备好未？我哋数三声啊！十六、二十三、十一同埋五号咧。哇！你真系，三十一，请进场。八号同埋四。三十二同埋五十八，系啊，铲只脚，谭美丽芬，系啊，第一段画出嚟，咪咯，可以点嚟啊？系啊，可以点嚟？哇！哎，夹翻，因为嗰个系秘密武器嚟嘅，应该系。最佳喺呢啲设计上面有咩帮助咯？我哋阵间喺赛后，如果大家想知，可以留到最尾。系啊，嗰队佢，另外一队又好犀利嘅。他專登頂住，令到對方係鏟唔到佢咯。好犀利嗰個人係。我第三種咧就係咧鬥長咯。啊，超長！我已經下一步，行一步已經。打到已經過咗。即係一開波就輸啦。同學仔，你幾多號啊？參加咩嚟嘅？好長啊！但我頭先我諗啊，對方嗰啲咁細架咧，其實嗰個駛上去個台嗰度，即係跳過咗佢，咁啊贏咯。不好意思，忘記咗。我唔識，我唔識。喺呢位咧，就係我哋嘅 KOL 阿 Sam Sir， 亦都我哋 I Sam 嘅主席。今次咧係要全全嘅，我哋咧十個團隊啫。係，多謝曬辛苦曬。咁我而家就基本上就冇教書啦，咁啊跑兩間電視台啦，撈到腰啦。咁即係撈同埋腰，係啦，咁咪唔見到我節目嘅。咁我隔離呢位咧就係我節目裏邊嘅其中認識嘅，係啦，叫井定人啦。啱啱對上之前 ，Viu TV 夜晚十一點播嗰個節目係啦，咁佢咧就叫做 Vivi 媽媽，係啦，咁就我就捉埋佢嚟咧，就幫手做 MC 嘅，係啦。三二一，開始，加油！哇，咁都得！五對二十九，重複多次。不過你好夾曬自己。我係同你分別唔重複嘅。谭女嚟翻，我阿唐仔，你揾陈先嚟嘅老师啦。努力，谭女嚟翻啦。我呢
舊腹肌啊！摸曬咧，搞你啦！呢個係二十啦，二十七號最卡。就嚟一個燒肉，俾個 like， 耶！好，下一組出嚟啦，係咁啦。